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屈原的徒弟。各位应该有看到我今天穿的很像救生员嘛？有没有？这件就是一个救生衣的概念，那汨罗江专用啊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师父呢前几天就跳水了，对啊，所以身为他的徒弟，当然就是要去救他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人家是弱水三千，他是弱水三天，好，我知道不好笑啊，关我屁事哦。相信大家知道这个小朋友是谁啊，对吧、啊？上礼拜的影片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我们这礼拜要帮他取名字啊。你看他很乖哦，他还是有点小怕人啊，对吧、啊？不过他配合度是还蛮高的，对吧、啊？就勾住。好，那之后云哥有在 IG 开放大家帮他命名的嘛？那谢谢大家，大家都很踊跃啊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来决定他到底要叫什么名字。没错，你看他又窝起来了，真的是很爱偷懒啊。但是因为脚的问题，所以他要一直维持有运动啊。然后因为他脚这个问题，所以说他如果要是不小心再飞出去了，那这样在外面会很危险。所以云哥有考虑说视情况啊，如果说下礼拜看医生，那看医生要评估一下，就是如果有必要就适当帮他检举一下。那我真的没有想到大家会那么踊跃参与这个命名的活动啊。对，他现在这里，哈、嗯、啊。那个我就是稍微离开一下去忙一下，就回来看 IG，哇，那个名字真的是多到花开富贵。对，反正就是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稍微来个抽签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各位，现在进入抽签程序啊，我先把签弄乱了。这些东西可能看起来有点少，因为有些撞名的，掉在地上我捡一下。有些撞名的啊，或者是一些重复的，我都会剔除掉。这一张是不是？好，OK。好，你要确定这一张是什么，是不是？我发现团长爱抽签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开一下。霍尔。哦，那叫霍尔是不是？好像不错，这名字我觉得蛮有个性的啊，我也喜欢。嘿，小朋友，好，他多少还会有点怕，因为刚来嘛。或者是肉圆的话，就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，对吧？那你以后就叫霍尔喽。他这边拉一坨屎，黄金是要去买霍尔的移动城堡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名字我蛮喜欢的。OK，各位，那我们的结果出来啊，那就叫霍尔啦。跟你们讲，现在这个天气真的非常奇怪啊！早上那种清晨六七点的时候就冷到一个花开富贵，然后差不多八九点的时候就热到一个天花乱坠，所以这个外套一直穿穿脱脱，真的很麻烦，对吧？反正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要谢谢各位帮他命名啊，然后也要感谢我们这两位小帮手啊，反正就真的谢谢你们啦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了。不过里面真的是有些还蛮猎奇的名字，排除掉犀牛曲那些超级没创意，比如说什么小啊、小 Q 等等的，还有一些什么叫玛莎拉，真的是非常干净卫生。然后还有一个说什么拉丁帅哥，是不是？我只能戴上这个头巾跟你说，你真的非常优秀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反正就是定案啊，他就叫霍尔。OK，那真的感谢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啊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就帮我按赞、分享以及订阅我频道。我是云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